2012年8月30号11点，来到台中国立台中图书馆。哇，看起来蛮壮观的。刚刚进去了一下，他说里面是不能摄影，不能照相，不能摄影，只有媒体可以看，但是我没有出来玩，没有带记者证，所以没有办法跟他换到一个摄影证，所以只好在外面照一下吧。 OK， 好。